麻烦同心就坐哈，麻烦同心就坐一下。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啊，真欢喜，伫遮会当看看大家啊，伫遮共同来研究一寡代志啊，足侪拢我甲看，足侪拢是我的先辈啦吼，拢比我较早嘿，较先辈啦吼。啊，毋过今日安真有福气，看各位来做伙吼，啊来探讨一寡代志啦吼，啊是说。大家做伙来复习啦吼，复习一寡代志啦吼。啊，我今仔日所准备的是要跟大家讲这个美国安怎看台湾，照迄、那个我即摆讲的吼，无要照迄个感情因素吼，无要用迄个感情的讲啊，我爱台湾啊，所以哦，那什么吼，拿来选举的语言啥，我拢无要讲的。我拢照法律来，吼、哦，咱要跟人讲这個，咱这個理论吼、哦，一定都要照法律来，吼、哦。啊，若无照法律，家己我想啥的，迄拢无效啦，迄拢家己咧想的尔啦，吼、哦。来，我是要讲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啦，吼、哦。啊，主要是对迄个美国伊安那讲的，较准算啦，吼、哦，因为。咱知影，咱旧金山合约内底23条，哦，咱一定要记咧，23条写个足清楚，就是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就是主要占领全国。旧金山合约23条，咱拢熟悉啦吼。咱旧金山合约爱记的是2B 啦吼，2B 23条。啊，美国知影 ，4B 是讲到 USMG， 就是。美国军政府的代志啦，吼，哦，美国军政府迄是伫四米，应该知影是3条都到起来啦，吼，古时阵好，二米都讲到台湾迄个日本放弃这个代志，迄是二米，啊，四米是讲到 USMG， 就是美国军政府的代志，23条讲到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安那来好。蒋介石来代理的迄个代志，吼，迄是以后的代志，吼。啊，我今日要跟各位讲，来讲这个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吼。你要讲这个代志，我先讲这 TCEC 是啥？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吼 ，TCEC， 哦，咱一直咧讲 TCEC， 哦，就是台湾西部，哦，就是民啦，吼，民啊 government 政府，台湾西部 government。台湾民政府吼，啊，我用这个出来要让各位知影吼。秘书长啦，一摆讲就讲吼，咱就要接政了吼。啊，我逐摆听到拢一直要昏去啦吼。因为啥？咱的人才是也欠足侪啦。人讲今年要接政吼，先昏去的我啦吼。因为啥？即摆甲我排这個，甲我排这個，啊，这拢有经过诶吼。迄、那个师傅，我即摆写这个意思就是讲哦，迄、那个工课足多，啊，人工无够哈。那阵圣经咧讲的迄、那个要做实的吼，足多，但是人拢无够哈。足侪位呢，你也看啊，足侪什么哦？那个文科省啦、劳动服务省啦，什么国土啊，足位。啊，我用这个出来的目的吼，主要是要让各位吼。各位先辈，今仔日哪派你要去对吼？啊，派你去迄个什么发展委员会？啊，你家一个人去吼？我看一礼拜就去用，然后啊，站袂条凳来了。所以我用这个出来目的是要甲各位讲啥呢？拜托嘞，恁吼，恁老捌字的吼，
后辈吼，叫因紧来受训，两三个啊，别日啊要派去对吼，你甲两三个甲招入去，上少嘛吼，够够力啦吼，啊无你家一个人去吼，温死的，温死的，我想讲真正吼，我讲这语重心长的是咧讲，拜托各位，搁叫恁有乜事啊，会听话，会听你的话啊，紧来受训，别日啊要派工课吼，派去，我讲啊，我就要即个干嘛做去，安尼，本来人气较劲会调啦，吼。啊，无足之站啦吼，所以你看卖足侪呢，迄、那个什么转型所足侪位啦吼，拢得爱需要这個、啊，所以我用这個出来的目的是要提醒各位吼，唔呐，干恁来咧点招哦，恁这种外先辈来咧点招，都叫较侪你的麦子的，你会听你的话的人做下来受训，把你那种排工做你的，免讲苦劳啊，歹势啦吼，做喊你做伴，啊去到某一个单位。无你去叫台湾银行，咱去是安那呢？咱去派几下去，啊，高级的遐拢甲请起来，啊，换咱去呢？啊，下骹遐办事员拢伫咧呢，啊，咱咧管遐人呢？哦，所以你都爱拍拼啊！阮咧排这吼，恁都爱甲州长讲，恁若无恁若入去管员看，这拢有啦吼。啊，甲州长讲，你爱什么？啊，阮就会照你的性向，这拢有经过性向来排的啦吼，伊这个性向。是排队较好吼，啊，所以伫遮拜托各位吼，时间无济，我讲拜托各位，搁叫较侪人，你会换贴的，麦子的，听你的话，紧来受训吼。我今日用这个六个，就是这六个，就是迄个美国吼，最近讲台湾的情形啦吼。第一个是李克强事吼，美国终于迄个国际。关联委员会举行台湾问题的听证会，美国政府不支持，这一个一个大纲啦吼，我等下一个解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是李克强时，迄、那个众议院哦，咧听证会的时阵讲的哦。来，第二个是鲍威尔，李克强四年十月，这是北京的迄个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记者会，亲身讲的，台湾不是国家。哦，来第三条，你告李克强去吼。这个韦德林讲，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国家，哦，啊，第四行咧讲，迄、那个副总统的前任办公室吼，一时来台湾了吼，哦，做叶望辉这个吼，伊、哦、讲我就是我美国了吼、哦，不愿意承认台湾人民拥有家己的主权，哦，伊说讲得足清楚啊，你台湾都安那无主权了吼，哎、哦。欸啊，来第五个，这个两当前诶、欸，算两当半前吼，伫迄个 WHO、WHA， 即美国即卫生部长，伊讲嘅话，伊讲啥咧？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的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大家拢。无管儿童讲台湾是安那，甲恁爸无迄查某讲，恁祖妈，恁祖妈有才调通讲即个台湾的，恁村的拢无管儿童讲，吼、哦，查某就讲恁祖妈会当讲啦吼，这伊伫亲啊发表的吼、哦，来最后一个，就是伫去年的迄个六月吼、哦，去年六月伫《自由时报》报一篇，因为迄阵时还报一篇呢，就是迄个习近平。要去访问奥巴马，吼、哦！啊，伫迄个进程，美国吼、哦、想讲，啊，习近平要来吼、哦，啊，唔知要要求东要求西未，所以就先放一挂古早的消息出来，好全世界知影，好，要让习近平知影讲，台湾唔是你所想的，什么恁固有领土，啊，你什么呢？先放一篇出来。哦，将古早资料拢写伫这篇，等下我拢会详细，因为今仔时间是，就做要甲各位安 review 一下啦，哈 ，review 一下。我来第一个较无，伊是听证会啦，哈。第一条多只，六条，第一条是台湾 declaration of Taiwan status 的地位啦，哈。来，伊即个讲吼，伊十四月十二，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台湾问题听证会。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重申美国对台湾基本政策，这些主要政策包括：第一，美国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基于三个公报，
啊，台湾关系法吼，就是迄、那个一个中国俩，只有一个中国。咱台湾民进的主张，也是一个中国，两个中国，嘛是一个中国，吼、哦，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 PROC， 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就是 PROC 了，吼、哦。啊来，美国政府无支持台湾独立，啊是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所谓的现状是美国所定义的现状，美国的公安那就安了，吼、哦。啊来，有种种细点，对北京而言，这表示中国不能以武力威胁台湾；对台湾而言，这表示台湾必须小心谨慎，并且以智慧处理两岸问题；对两岸而言，表示双方都不要有挑衅行为或单方面企图要改变台湾地位的现状和动作。来，最后一点，1895年，哎，日清下关条约吼，咱来。你定条约吼，一定爱用所在的名，吼、哦。咱拢讲不是马关，迄是咧，迄这个下关伫倒？伫日本啊，西摩罗设计。这个条约叫做西摩罗设计条约，吼、哦。未使讲什么，使马关条约是迄中国咧讲的，要用伫对定的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伫对定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伫旧金山定的啦，吼、哦。拢爱用定的所在的名，这个下关条约伫对。下关甲午战争这个下关条约，就是伊日本的下关条约，所以叫做下关条约了。哦，咱以后较少讲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诶中国咧称呼日本的，实在就是下关吼，是摩罗设计，晓得哈？迄、那个根据下关条约，大清皇帝已将台湾的一澎湖完全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天皇。是哦，咱即摆都搁复习一摆迄、那个迄、那个，就是讲清朝的皇帝将即个送予日本的皇帝哦，吼、哦，即咱有受过，咱拢知影。我即摆是甲各位 review 一下，唔是啊，清朝甲即个予日本，吼、哦，因为日本是表示要有一个政府，政府是干那总经理尔，无权，也搁即个皇帝才是董事长，所以即个土地是皇帝送予皇帝的。吼、哦，即咱复习咱的理论，就是讲安尼啦吼。伊讲啥？此状况至今没有改变。哦，你伫旧金山河内底，敢有处分着日本天皇？无嘛。啊，即、這个台湾即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啊无甲处分即个土地上的，还是日本天皇的。吼、哦，这真正重要紧的一个所在啦吼。咱即卖个讲个，因为哪个回等，因为当时吼、哦、要订旧金山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阵吼，美国失策呢？咱是1952年4月7日迄个反民化迄个吼，美国无想伫干来的。迄阵是台湾已经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因迄阵咧订条约忽略到遮。哦，所以开始变造成台湾安尼，台湾的地位吼，讲、哦、起后就乌沙沙啦，大家都讲袂清楚，讲到真讲几十冬啦，拢袂清楚，就是对遮来吼、哦。来，台湾这个讲的，来，搁刷来第二点吼，第二点就是迄个中东战争，迄个美国的国务卿迄个啥，鲍威尔，哦，伊中东战争是鲍威尔迄阵做将军的时阵去指挥中东战争的，以后做国务卿。伫2004年10月，伫迄、那个，这是伫北京的迄个记者会讲的，伊讲台湾不是国家。哦，那确实，我即摆讲的拢用美国做标准哦。台湾不是国家，台湾没有不享有国家的主权。中华民国嘛，不是一个国家哈。哦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吼、哦，要 TRA 啦吼，就是台湾 Relation Act， 这台湾关系法吼、哦，美国家己国务院定的就是，啊，有予咱台湾人看无？无，伊国内法，美国国啦，所以你甲想足侪代志，啊，美国咧做啥啦？美国较有黑白安尼大肆大意。你无大肆大意，这地是我占领的土地。旧金山明明写讲，这是我占领的土地哦。哦，
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这是我国共识的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那英文的简称叫 SFPT， 就是咧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SFPT 就是那边的，二三条，我一直咧讲强调这二三条哈，二十三写个足清楚，伊就是台美国美国总统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管辖地理关系是美国总统的手哦，吼！啊，即卖都由台湾治理当局哈，台湾 authority。哎、欸，美国咧叫这个中华民国，伊无叫中华民国啊，因为中华民国已经安那死去啊，吼！伊蒙牌有无？伫南京调伫南京伊在蒙牌，中华民国死去啊！美国讲这个中华民国，伊即卖叫做啥？台湾 authority。台湾治理当局就是这台湾治理当局哈、哦，来，我搁用这个台湾治理的当局哈、哦，啊，讲到复复习一摆 ，Chinese Taipei 是啥？来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都一定要用城市的名，吼、哦，唔是讲Chinese Taiwan。我就逐摆咧讲，我台南人啊，我都也无要用 Chinese 台南，干来用 Chinese 台北，弄你台北个台北字弄种。我来以后来读册，较知影讲，哎、欸，都爱用迄个 city 城的哦，种 Chinese 迄个台北啊，迄个 French London 有无吼？拢爱用城市个名吼、哦。来，啊，这里啊，这个 Chinese 台北。咱若去咧，因台湾啦，迄个中国啦，中华民国啦，若去咧比赛拢用这个，啊，这个事实是啥？中加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 exile 吼，流亡啦吼 ，exile， 大家做下来读这里 ，exile， 啊啦，日本队是读 exile 啦吼，啊啦，英语是读做 exile 吼，啊 exile 是日本队啦吼。诶，会使，有哪会使，拢会通，迄是日本话。来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 ，Chinese 台北中间这个政府流亡，吼、哦，兼这几字啦，就是中华台北一词，就是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吼、哦，嘿，这个无记啊。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啊，缩写的，这就是 ROC， 诶、那個，迄个缩写了哈。啊、哦，这是迄、那个，这是包围哦。杜阿姐讲，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并不享有主权。为什么？伊这是伫迄个十月，李光光是十月二五，伫迄个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哈、哦，伫北京讲的话哈、哦。来，迄控诉，即卖到控制，即、這个小布希的时代哈。哦诶，迄个韦德林伊讲啥呢？伊讲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国家。甲咱讲个足明哦，咱毋是国家哦，哦，台湾毋是国家，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去啊咧吼，所以也无中华民国，也无台湾，世界上拢无算国家啦吼、哦。来，啊，即个最近秘书长伫迄个台湾战争史内底。有一代咧讲着遮啦吼，讲这个叫做叶望飞啦 ，Stephen Yet 吼，这个 Stephen Yet， 伊是李孔孔叫吼，伊是来台北讲的哦，这是来台北伫台大法学院遐讲的话吼，啊，人家摘录起来吼，台湾关系法三十周年诶讨论会上演讲会讲述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未来台湾应努力的方向，伊发表评论，讲啥？伊讲我美国不愿意承认台湾人民有自己的主权。哦，讲啊，就这么，伊来到台北啊咧发言，台大法学院咧演讲，伊讲台湾无家己的主权哦。哦，咱即摆今日讲拢教化你咧讲的，唔是选举语言。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哦，对无？啊对，啊爸无啊，迄拢咧选举的，迄拢咧讲爽的啦，吼、哦，迄咧讲爽的。咱唔是要讲爽的，咱照法律来行，法律就是啊，人这是安那应该安尼讲，吼、哦。这是
你问美国到底如何看台湾啊？就是如此。作者搞猛攻啊，台湾是安那，台湾就是安尼，没有你们台湾没有自己的主权，公开就清楚了哈。啊，这是对这个第十集的这个台湾的安全，这对家摘录出来哈。这作者陈国雄，来啊个一个美丽的这个。Catherine Savius， 伊即个是迄个美国诶，迄个卫生部长。美国毋是讲卫生部呢啦，卫生部长佫兼迄个服务部 （Human Service） 吼、哦，伊是做部长哦。即个 Catherine 吼、哦，伊是做部长。伊做部长以前做啥呢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堪萨斯州诶。州长，伊做李孔孔山到李孔孔叫，伊做堪萨斯州的州长哦。哎，即卖已经做卫生服务部的主任。伊伫即个当时咧，伊伫迄个李孔一五月，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每年五月，差不多迄个母亲节过后，就伫遐开世界卫生大会，合作。WHA 哦，我等下讲 WHA 含 WHO， 小可甲咱解释一下，讲起两个无共款。伊吼，伊是安那呢？迄阵吼，咱这个卫生署长吼未见效，去用迄个中国台北诶名去参加迄个会议呢。顶下讲，我会当入来参加，恁大家古早拢未当参加，我会当参加。伊是用中国台北诶呢。啊，所以这个伊有感，这个美国这个，伊这个会议吼，是194个国家的迄个卫生部长伫遐开会吼，逐当都开一摆啦吼。伊伫遐讲，啊是安那开，伊咧用中国台北，伊讲那台湾的代志吼，就是讲，恁做嘛有法度讲的啦，恁大家无法度是啥？伊讲，我已很清楚的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无一个联合国的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大家拢无，恁这联合国的会员拢无权利人讲台湾啦，干那美国会当讲尔啦，吼、哦，嘿，伊就明确跟你讲啦，吼、哦。因为足歹运啦，这个 WHO 的秘书长吼，这个是香港啊啦，好、哦，这个陈逢富真啦，好、哦、啊，我的国造。六七党拢，逐党都带队去日内瓦，为着台湾要安怎加入迄个 WHO 的代志，哦，去遐话啊，我秘书长讲啊，较早即个理论紧出来咧，台湾毋是国家都袂当加入，啊去遐我六七党逐党都去遐唱歌话啦，啥物啥啦，安怎当么话啊？哎，系啦，啊，就人都啊无啥物出来，但是你着唱个欢喜个，哦，记者来你着好，光唱唱，大家哦，只为大家唱歌唱啊，啊，记者怎讲哦，小小群者，好、哦，足忝，哎，几世纪呢？哎，唱几世纪呢？来，我小可互恁知影者 ，WHO 跟 WHA 的关系啦，吼 ，WHO 吼，就是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啊，即、這个要开会吼。他叫做 WHA， 诶、欸，我是讲两点四十吼 ，OK， 我安尼，好来，这是 Assembly，WHA 就是咧开会，卫生大会，啊，这個、WHO 是卫生组织，哦，啊，所以所有的代志拢 WHA 一当开一摆咧决定讲啊那，啊你 WHO 较去证明，哦，安、啊、听好无 ？WHO 跟 WHA。是这个关系啦吼，无讲讲啊，是那个有用 WHO 啊，有用 WHA，A 是 Assembly 是咧开会，啊最高的权力机构是 WHA，A 哦，即、這个要有上啦，要啥啦，讲迄个194个，近目前有194个，即、這个哦，拢伫遮，哦啊，即、這个都我迄阵讲讲，啊，逐当都去遮咧旁听席，啊咧，好、哦，这是旁听席啦吼。哦啊，这主要会场，啊，你咪啊，啊，有时当李孔孔指挥长，中国的迄个卫生部长叫做高强，哦，台湾人民的健康是我中国在一手负责的，
啊，真正讲这话，我这有录音嘛，因为这无时间通放互你听。好，袂堪你好，我当徛起来，人讲来呀、啊，我当伫咧旁边时徛起来，我来呀、啊、来呀、啊，是讲半句才话。哦，咱的肯讲伊咧照顾啦，这话人讲会出来呢。真正，好啊，我讲来呀、啊，啊来啊那呢，警察就随我来啦。对啊，我昨口罩已经挂了，搁跟来坐嘞。你知影我是医生，搁无甲掠出去吼。有个人来，你啊乱的，叫掠出去，无甲掠出去了吼。戴口罩抗议了吼。我为着这个代志吼，我医生吼，第一版叫报纸第一版嘞，中华日报跟中华时报两报，甲报伫第一版。我医生都为着画这个来啊这句吼，两个报纸头版的吼，甲报我吼。哦，伊讲。四位旁听席上呛声，心头院长红了。啊，迄阵就是为着去啊，甲呛声讲来啊，吼、哦、嘿。啊，阮的教会公布啦，上面先拢有讲啦吼。来，来，拄啊只，四行讲了吼。第四行是迄个卫生部长讲的。啊来，今麦最后一行吼、哦，就是去年的六月初九。我拄仔就讲过，习近平要去访问奥巴马。美国刁工先放一挂即落消息，讲古早台湾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你先甲报出去，较袂互习近平当要后巴叉啦。哎、欸，真正啊，这篇真正了。习近平甲奥巴马讲过，唔知讲几点钟啦吼，讲七八点钟啦，唔敢去讲着这個，因为这都先人美国厉害。先放互你讲，哎、欸，古早是啊，爱这个来，这个报道是讲啥呢？你看哦，这个报道是讲，在1949年三月选哦，哎、欸，机密文件，1949的哎，机密文件一个出来哦，因为欧习会哈、哦、也受到全球的注目啊，所以美国就先放下有的无的了哈、哦。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伊就先甲讲哦，哎，法律上。唔是你中华民国嘅，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哦，伊就先伫遐放啦吼。来，这主要这篇文章最后一个结论写伫遮，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台湾和目前的国际现状是啥？是被谁占领呢？美国甲委托。蒋介石来代理，吼、哦、代理啊！所以你讲，咱要接政权是要甲他们修正，他们甲中华民国甲赶走呢 ？No， 咱甲美国讲的，你爱来嫌我啊！咱是要对美国来接的啊！吼、哦，好、啊、来，再复习一遍哈、哦。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n Taiwan，People on Taiwan 是啥？住在台湾的人，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对，哦，伊是 people on Taiwan。咱的 people of Taiwan， 哦，咱是正港的台湾人。1952年9月2号以前，19529月7日以前住在台湾的人，跟伊的后代，拢叫做 people of Taiwan。哦，啊，这就分得清楚。咱的定义是定在19529月7日，哦，啊，1945，对，19459月7日，哦，迄阵19459月7日，以前住伫遮的人，跟伊的后代，拢总是 people of Taiwan。哦，这个都免讲了。哦，这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哦，对不？对，这个算古啊。哦，是不是啊？是啊，咁是，唔是啦吼、哦。这我是秘书长特别咧讲嘅，迄个安巴萨罗特哦，是国宾大饭店，哦，国宾大饭店安巴萨罗特哦，国宾饭店是国宾啦。这个秘书长有讲过来，拜咱拢知影吼、哦，确实吼、哦。你若无用下脚只，我伫胡伦社咧讲吼，若讲到这吼，讲是住伫台湾人嘅人，十个举手呢。嘿，真正我讲。哎、欸，阿、啊、啦，下骹讲，啊，我迄是大义律师，我讲啊，大义律师是住伫大义律师的人对，
那早起你厝个头家坐伫遐，哦，大家迄理论吼，安尼拢未啥清楚啦吼。那因为现在无所有管证，要从法律及国际条约去找啊，国际条约。哦，咱即摆回转来吼，整理咱台湾即个土地是啥个？满清皇帝个啊，啊伫1895年，因为甲午战争失败签下关条约，吼、哦，咱即摆讲下关条约啦，吼、哦，下关条约，你清朝个皇帝将即个土地，好、哦，给日本天皇，迄阵台湾是 colony 是殖民地。所以会当上来上去，那是领土，吼、哦，是袂当上来上去的哦，吼、哦。啊，所以以后到1954年4月初，伊繁明化了，伊卡变作台湾是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点迄阵美国忽略去，所以才害咱台湾安尼遐尼凄惨啦，吼、哦。好来，这复习下，咱是下关条约吼，哦，都皇帝，咱就给你用皇帝对皇帝啦吼。这算大家做伙来复习一遍吼，哦，咱看这个就是有呐，拢写皇帝的嘛吼。好来，第三个所在，下关条约是讲到第一个是辽东半岛，第二个台湾，第三个澎湖。咱拢读第二、第三呢，是安那说第一辽东半岛到尾并无去，因为辽东半岛是满清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虽然挂了，搁随个吼辽南条约搁随个行等于吼，所以咱拢无读到遮啦吼，因为哦两万六啦吼，这迄、那个。哦，啊，这是因为迄个苏联啦、法国、德国提出来讲，袂使哦，你下违反国际法哦，固有人等实事不可分割啊，叫日本去行迄个签条啦吼。哦，迄、那个叫辽南条约。来，再复习一遍 ，colony 才可被割让 ，territory 领土是。不可被割让的哦，啊，当时已经四月初就是已经繁民化了，实施明治宪法于台湾，所以足明显台湾以前若退出来就是哦，必须要摕予日本看讲来，啊，恁这恁日本天皇下即个实施宪法于台湾，啊，这是啥？有效啊，哦，确实是安尼啦，吼，哦，咱台湾古早。啊，这个 Portsmouth 啊，这个条约就是迄、那个日俄战争的时阵啊订的条约，嘛是这是在订的，伫 Portsmouth 是伫美国的迄个 Boston 顶面迄个所在，就是纽汉夏迄个新。迄、那个美国个总统来选举，第一个开票的就是伫纽汉夏吼，伫遮 Portsmouth 啊，所以即个叫做 Portsmouth 哦。伫什么所在订个条约，拢用迄个所在个名做条约个迄个啦吼。啊，这個、我都不爱讲，因为这讲着北方四岛个代志吼。所以，迄、那个北方四岛，因为是安那苏联伫旧金山号内底无占理，无甲讲着北方四岛嘛。伊讲北方四岛是我来人讲讲，无北方四岛唔是哦，无写旧金山号内底无讲着北方四岛，所以迄个也阁是日本的啦，哦，所以苏联无签字呢，就是那边条约有到尾有三个国家无签字，苏联就是其中，因为无写着北方四岛，啊，这四块岛啊。好嘞，来，伊讲迄个日本的首相去要去甲讨这四地，伊讲好了，两地行你啦，吼、哦，啊我两地啦，啊伊讲啊了啊跟你的两地，哦，拄我食迄张图你就看，这四地小岛吼、哦，一、二、三、四啦，
啊，这两块小地要还你啦，啊，这两大地讲啊，我苏联，俺一人对半分，你分两地，我分两地安尼啦，哈，哎，这是啊，迄面积甲算开，吼、哦，一个一百平方公尺，啊，这两地一两百行李，啊，出来千五跟三千里的吼，哎、哦，我哎，当按算一人分一半啦，这苏联这样啦，俄国这样啦，是不？阿爸哈，哦，这是咧福州讲吼，这个二十栋一百九五到二十栋了，佮征服全台湾啦吼，啊，来，主要我这边吼，佮大家复习一下吼，就是讲，台湾一个是日苏美战，这个啊。所以有这个咱有几啊条条，几啊条迄个咱来知影的这个，我这个用一个都前两三分的哈。好来，哦，这吼、哦，这咱大家知影的，这个光复节。啊！含1942吼，行政院就公文讲，节三日第几号，将所有日本台湾人变为中国人，用一张迄个行政命令，就是将咱变作中国人了吼。啊，这就是在变更国籍，照国籍法，就是在自动意愿合法。啊，三个原则，伊拢无啊。哦，英国也出来抗议，美国也出来抗议。来，啊，法国无了，干那英国跟美国。出来抗议的，我还搁一个迄个四条，迄个咱爱知影迄个法律啊。哦，这我来复习，规章我足侪条，27条。你过来记第2条 B， 第4条 B， 第4条 B 是讲着 USMG 美国军政府，23条是讲美国占领。你过来知影这3条都啦哦。好来，台湾真实的国际地位为日本天皇所属啊，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的哈。哦我迄个法律两行，好了，啊无时间啦，啊超过了吼，就是要各位知影讲哦，咱只复习一摆吼，咱的法律是就是讲占领不得啊呐，转移主权吼，这就要紧了吼，这条就哎记哩吼，好来，哦甲各位占足侪时间哦，多谢大会，谢谢。啊，各位同学下课休困，啊稍等下2点50分。2点50分开始上课，啊，稍后现在下课休息哈，2点50分准时上课。